团已经拿下鞍鹑场了，我们抓紧跟上，准备渡河。是，出发！报告营长，战长清理完毕，缴获机枪75把，弹药75发，子弹600发，杀敌76人，渡船。 渡船一艘，报告班长，这边方向盟。带人继续沿河找船，我去向首长汇报。班长，把就一条船，也要把北岸渡口拿下。是，弹药集中堆放。好，快点！一营三连，必须渡河，动作要快。队长，10分钟内全部下船。三连的，快！一营三连，班长。 急吧，这都什么时候了，知道人还不回来？连长，北岸渡口是拿下来了，可一共就4条船，咱红军可有几万人呢，这猴年马月才能过去。万一老蒋他们要是追上来了，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呀？连长，你倒是哎，你疯了吧你？干嘛呀？小弟，你就让他叨叨吧，他那嘴啊闲不住。走，快速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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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多喝了。啥意思啊，这大远儿？不过喝了。老蒋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泸沽，离咱们只有三天的行程。如果咱们的尾巴被他们咬伤，那后果不堪设想。上级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兵分两路，右路军由红一团和干部团组成，他们渡过河之后，从东岸沿河行进；左路军由咱们红四团充当先锋，沿西岸前进，并约定在本月30号会合，夹击而上，夺取泸定桥，打开一条生路。这泸定桥可不近呢。没有别的办法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湘桂军现在已经到达了柳州，正向安顺口方向昼夜前行。川军的20军先头部队也到达了金河口，如果再不撤，咱们会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明白了吧？明白。罗良，团长让你去趟团部。还愣着干什么？收拾装备。是是。这从一区到安顺厂，一路咱都没歇过。这水泡是挑了又涨，涨了又挑，都快磨成老茧了。3天320里，这脚扛得住吗？那有啥法子？眼下这泸定桥可是咱红军唯一的生路，过了桥，咱们就能摆脱老蒋的围剿；要是过不了，咱们就都在蛇子这儿。团长，麻烦挪个地儿。你们二连可是咱们红四团的一把尖刀，想来想去，这先锋连的任务，也只有交给你，我才能放心。知道。记住了，你们不仅是先锋连，更是我们左路军2万人的眼睛。切记，一切行动都要以赶赴泸定桥为首要目标，不得连战。是，二连保证完成任务。小李，去看看咱们还有多少干粮和弹药，多给老廖他们匀点。咱团部还不够吗？别磨蹭，赶紧去。是。啊。这是送给我的。想得美，你可别给我划了啊！到了泸定桥记得还我。我说平时管团长要点东西抠抠搜搜的，今天怎么这么大方？我回去准备准备。哎，等等，我再给你安排个人手，有了他的帮忙，你能省不少麻烦。谁呀？来，这个，这个袁总。来来，快点。哎呦，黑子，这小伙子。长官这边。连长怎么带了个孩子回来？真打起仗来，谁顾得上他？好嘞。来这边。小家伙，这枪都快赶上你高了，敢开枪吗？来这个，开过3枪，接一下，来了，打死过3个白狗子。老三，小点人家，以后多跟人家学点啊。吹牛谁不好？快点啊，小心碰着了。谁让你开枪打鸟的？行了。他叫宝娃子，团长过一区时招进来的新战士。宝娃子从小在这块长大，熟悉地形。啊，各排准备尽快。是是。这不能随便开枪，知道吗？嗯。你自己出来，父母知道吗？我没有家，父母也不管我。金光，到。以后你带着他，你有家，啊，这就是你的家，跟他去吧。29里已经从泸沽开拔，3日之内便能赶到安顺山堡。到时候只要两军形成会合，形成南北包抄之势，再配合大渡河北岸的国军，以大渡河天险据守，红军绝无逃脱之可能。没错，安顺场虽然是红军的一个机会，可同样也是他们的葬身之地。你们以为红军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地等着我们追过去吗？想要过河未必要靠船，比船过河更快的只有一个方法。大哥，我家是陶家口黄泥庙村的，以前帮袍爷卖过2年兽皮。你呢？家是哪的？我老家江西吉安连山村。你到那儿提牛华子，没有人不认识。你搭理他干嘛呀？他就是一闷葫芦。你今年多大？成家了吗？
你嫂子17岁就跟了我，这是当年在省城拍的照片，好看吗？好看吧？我看看。黑子，回头说啊。黑子，让我看看。你把项链还给我。耿大哥，耿大哥，耿大哥，你看我这老长筒怎么样？小罗，找你的。你这老长筒有年头了吧？啊，碎石都磨成啥了？打打生狗还行，打颤了就算。行了，别想了，先吃饱了再说。回头啊，我找连长，帮你申请新的。我不，这可是我爹留给我的。感情还是传家宝呢。放手！士兵。肺被打穿了，去看看吧。
小罗。去年十一月份，陈师长为了掩护咱们红军主力强渡湘江，在广西水车一带阻击敌人，百十人的连队，只有高大哥和卢大哥活了下来。我刚当兵的时候跟你一样，听到枪炮声就干杵着发愣。我二哥跟我说，脑袋就一个，就算死了，也总得图点什么。罗大哥这条命，是为了咱们自己兄弟。知道。不行，要是严密领走的话，就得爬北坡上山，至少多走出八十里路去。文亮，不行能怎么办？回到河滩上，继续让人当靶子打。什么他娘的叫回到河滩上给人当靶子打？老子不是神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廖大中同志，能不能别这么冲动？你看看，你看看，二连同志们的命都在你手上呢。想他娘的长命百岁，就别来当兵，别打仗，打仗就得死人。咱们接到的任务是当左路军的眼睛，不是把大部队往绝路上引。老子接的任务是来在既定时间赶到泸定桥，眼睛瞎了也得完成任务。老廖，连长，说，连长，咱们可以过来说，说清楚。从南坡走就可以穿过雁回林，绕过菩萨岗返回大路，少说能少走二十里路。这里可是菩萨岗，只有一条路，白狗子不会轻易让咱们过去的。那就打，我们杀出一条血路。云贵船，云贵船到。报告营长，二连全处侦察菩萨岗。是，都听好了，伤员留下，等待收容队，能走的跟老子走。是。啥情况？一帮怂在山顶棱线布防，看这模样刚到，后边估摸还得有一个连。怎么打？铁锤砧板。咱是铁锤？谁有咱这本事？怎么上山？连长。说。菩萨岗西南坡有个悬崖，咱顺着悬崖往上爬，就能绕到敌人身后。爬上去得多长时间？要十几分钟。报告一营，半小时以内，二连保证把这帮怂从山顶上轰下去，让他们在山脚上做好准备。是。出发。
小长官，等，打扫战场，一颗子弹都没留下来。其他人收拾收拾，继续赶路。是。这德国货就是好使啊！啊，过瘾！你小子是真不怕死啊！老子下次再也不管你了。哎，搬到那边，我还用你管我了？啊，怕了？行了，收拾东西走了。怎么了？没事吧？啊，没事，刮彩了。连长。哎呀，这别，干啥呀？嗯，没事儿。我，碰碰点皮，啊，没事，走了。从今天起，这儿归我了。你哪个？老子凭啥子听你的？我是船康二旅二营营长万启山，叫你们的人。把阵地外沿50米内的树都砍掉烧光，给我留出45度角的射界。你还有6个小时。交给我。怎么着？瞧不上老二的鞋啊？抬脚。告诉你，你小子打起仗来，别老跟你二哥似的，骨头不固定，一股脑的往前冲，听见没有？那谁，咱娘。岁数也大了，这耳朵又不好使，咱刘家三兄弟总得留下一个，知不知道？知不知道？知道了。哥，您放心，以后我就跟着你跑，你让我冲再冲。成吧。你小子别老每次答应的好好的，就你那点小心思。不看，估摸再过个10天半个月啊。这鞋又该显小了，你说你小子吃啥了啊？长这么快。高大哥。帮我看看这个枪吧。我看看。又想儿子了？不想。我想他管你好用吗？天天跟他吼，让他跟紧点，跟紧点，就差拿根绳子把我们俩绑一块儿。他娘的还是走丢，没出息的东西。
只要把枪藏好，不让人知道他爹是干啥的，就能活命。放心吧，庄家比你机灵多。川子要是不走丢，也得有宝娃这么高了。这击锤都松了，钥匙也裂了。那怎么办？还能开枪吗？能啊，炸膛呗。炸膛？那是什么？命大的话，钥匙的碎片会扎进你的脖子，崩出的火花会烧瞎你的眼睛。那要命不大呢？就可以下去找小罗去了。你他娘的会不会说话？连长，去把小罗枪拿过来给他。这事别着急，回头给你换一个啊。我不换，这老长筒。同志们，你们要用最高速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黑子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取鸭西一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此次任务。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老陈，把伤员全部扶到后面，快！放下一切非战斗物资，清光前进。是，我没问题，拉我起来，扶我一下。还能跑吗？走！同志们过桥，谁的机枪加点火力掩护，我心里踏实。我，那你还是调机枪拿命单班车，你跟老子管好自己。快！你这个是非战斗物资，走。哎。给我先照顾好你自己，还有这把枪。起来，走。连长，团部刚来的消息，说是有一个营的敌人快从东面上来了。知道了。走了。等一下，吕东区侦察还没有回来，现在上去太冒险了。等等营长他们。等谁？等东边敌人围上来。再不拿下猛虎岗，全得折着。走了。连长，你快看！李东，李东，小心！有埋伏！
搜索回防，所有火力向红军方向，无差别火力压制。可是，我们的人还没撤下来。黑虎。 对方是枪手，迫击炮西南11点方向，高度35，无法急速射，一定要把他给老子炸出来！
枪是小罗的，你给我留好了。那怎么办？啊，高大哥，你之前说三枪三个白狗子，真的还是假的？哎呀，是真的。那时候是我爷爷他们被欺负，所以我才……你就说三枪三个白狗子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我的位置暴露了。
连长，连长，白狗子的增援马上就到了，我留下殿后，你们赶紧撤。楼顶瞧长啥样，我怕是看不到了。来年春天，你们记得回来一趟，给我说说瞧那头是啥样子，我也好给一路上死去的兄弟们说道说道。还有我，也算我一个。连长，走吧。我们会在桥那头等着你们。我命令，跟我走，和大部队会合，拿下泸定桥。是。出发。敬礼。相好到哪一步了？见嘴了吗？啥滋味？想知道啊？不告诉你。你小子这么好的娘们儿不好好守着，非要留这儿当个死鬼，回头让人给占喽，你可别埋怨我。我家连块地都没有，这么漂亮的女人，怕是瞎了眼也看不上我。话头。下辈子还做兄弟，
继续跑，跑完240，拿下泸定桥，拿下泸定桥。是。师座，川军急电。说，川康二旅二营营长万启山战死。如此一来，我部恐怕要失去红军的踪迹了。对了，38团的李全山部，告诉他，务必死守泸定桥。是。团长，干哈子不直接把桥砸了，让红军彻底死了这条心？你说的倒是轻巧，这桥可是我们川西的经济动脉，你敢砸了它，你就不怕上峰要了你的脑壳？但要是不砸桥，万一红军杀过来，老子倒想看一看。这儿几根锁链，红军他拿啥子过桥？照常发扬点名。到到，你们两个班半小时换班一次，给我盯紧了，别让他们继续拆桥。是。其他人原地休息，等待大部队汇合。是。都跟上，都跟上，快，咱们跟我们走。别写了，歇会儿吧。快点，不写不行啊。都跟上，我要是不给他们记下来，回头我死了，就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老廖，黑子的名字叫金什么来着？这猛的一问，我还真想不起来。算了，就不想了。回头去政令处问一下。一会儿，啊，老王，你心里头是不是特别怨我？这一带光顾着赶路了，这么多弟兄走了，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连让他们入土的功夫都没有。我他娘的不敢停，只要一歇下来，满眼满脑子全是他。当初要是听你句劝，不会死那么多人。
这边是座桥，这边有个庙。同志们都在天上看着咱们，只要把这座桥拿下，他们就不白死了。雷震！同志们，对面的敌军已经架好机枪火炮，将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我们过桥。上级命令我部于今日下午4时向泸定桥东岸发起总攻。快快快，准备好战斗物资！同志们，今日一战，舍命拼！机枪抬过来！宁可前进一步死，机枪手就位，绝不后退半步生。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如果失败，明天将不再属于我们。突击队在此休整待命，10分钟之后出发，进入作战位置，全连进入桥头索道。如果我死了，把家信捎回去。二连机枪手赵长发，请把这个玉佩送到吉村长榜镇，告诉娟子，让他别再等我了。你们22人是以血肉之躯创造奇迹的队伍，现在他们想用13根铁索将我们拦在这里。我要求你们以必胜的信念将对面敌人的美梦粉碎。中革军委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告诉我娘，我们刘家3兄弟一切都好，让他老人家别担心。好，下一个。上了桥没有退路，跟紧了。连长，嗯，你怕吗？怕，每天都害怕。和家人在一起，不怕。
增援的两路旅怎么还没到？我们快顶不住了。他们都被红军拦住了，现在只能靠你自己了。要是丢了桥，你就别回来。是。三林，快！过桥板，快！跟上。Thank you.
13根铁索将我们拦在这里。我要求你们以必胜的信念，将对面敌人的美梦粉碎。中革军委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已经过程。出发！出发！出发！
这一生当中打了不少的大仗、恶仗，也消灭了很多的敌人，但是比起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人的战友，我能够活到今天是很幸运的，不能够忘记那些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的革命的先烈，没有他们就没有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